第幾次嚟呢個香港推玩具展啊？咁五六年前有嚟過嘅，咁間中咧隔咗五年，咁今年2019年又嚟啦。咁其實你覺得呢個展覽咧有咩地方幫到你？即係作為一個內地嘅廠商咧，點樣幫到你哋咧？幫助應該係幾大嘅，因為拓展唔同角度嘅一個客源咯，係啊。似呢兩日嘅效果咧，都係有認識到好多嘅新客嘅，係啊。美國啦、新加坡啦、印度尼西亞啦，好多其他嘅國家都會一齊過嚟嘅。咁都好多熟客啦，都有嚟見到面嘅。係。但係譬如除咗呢方面，即係可以見到好多新嘅客户啦，有潛質嘅客户啦。係啊。其實喺香港嘅展覽，你覺得係咪有咩優勢咧？同內地嘅展覽相比？同內地相比，就係呢個香港嚟講咧，應該係針對全球性啦，同埋亞洲係。算是第一大的一個玩具展咯，咁喺內地嘅話，局限性就細啲咯。佢國外呢啲客咧就冇咁多啊，係。咁除咗譬如可以接觸好多唔同客户啊，個彈性大啲之外咧，其實對於你品牌嗰個形象咧，有冇幫助你覺得？有㗎，係啊，同我哋似我哋發出嚟啦，同推廣啦，話香港參展啦，都好好多㗎，同大陸嗰邊。俾人哋嘅印象咧，都係一個唔同嘅一個等級嚟嘅。會唔會呢個係一個你哋公司嘅品牌咧，叫做想踏足國外市場或者國際市場其中一個最佳嘅平台咧？可以咁講咯，因為我哋年年咧都有到嗰、那個德國個紐倫堡參嘅。咁紐倫堡之後咧，我哋覺得香港係最好的一個渠道㗎啦。係啊。會唔會推薦一啲，譬如有啲廠家朋友或者合作夥伴嚟香港參加你嘅展覽咧？會㗎，會㗎，呢個係會㗎，因為香港展咧針對嘅係可以講係全球性嘅咯，匯集咗太多嘅其他國家嘅一啲客源咯，係啊，會推薦身邊識得嘅啲廠家同埋品牌過嚟嘅，係。呢一架咧係我哋公司開發出嚟嘅全開1:8比例嘅 Cornice One 1。咁做全開咧，佢係由係特別難嘅，佢係由2000幾個零部件，經過20000多道工序製造完成。喺行業內係一個歷史嘅標杆嚟嘅。20000多個工序。係啊，20000多個工序。誇張。呢一架全開嘅研發時間咧，一個師傅係利用咗2年嘅時間先做出嚟嘅，專做呢個全開，專係研發呢個全開。同埋咧，呢個車呢個輪胎呢個方向盤咧，係連動呢個車輪嘅。而且我哋公司咧係 Cornice 呢個車廠嘅唯一一間樹脂汽車模型嘅指定嘅生產公司嚟嘅。呢啲全部都係全手工製造嘅。呢啲都係限量版，有證書嘅，同埋。而家最大嘅市場喺邊度咧？暫時你公司呢啲產品嘅市場？歐洲同埋大陸，可以話佔比60%-70%咯。同埋咧，全開咧做樹脂全開咧係冇幾家工廠可以做得到嘅啊。依家有做嘅品牌咧都比較多嘅，有 Cornice 啦、W Model 啦、Aston Martin 啦，同埋奔馳啦、賓利啦、藍莫基尼咧，之前都有做，咁接落嚟都會繼續做嘅。同埋呢個引擎咧，這個引擎係由1:6比例嘅，這個比例全球係我哋公司首創嘅比例，1:6，係啊，佢係由800多個零部件，經過8000多道工序，都係全手工製造嘅。請到另外一位內地嘅親商崔生啊，咁係一間做金屬合金飛機啊、戰機嘅廠家老闆啊。好啊，崔生你好啊。好啊，你好啊，大家好啊。咁咧就先講下你啲產品先啦。你其實你哋公司生產嘅產品主要係咩咧？
一啲合金嘅飛機模型咧？咁啊有，但好似好多係國內嘅戰機多，即係中國戰機多。其實我哋有兩 part 嘅，一 part 咧係中國嘅戰機，第二 part 咧就係美國嘅戰機比較多。係，主力都係兩個國家嘅。係啊，因為兩個世界最呢、這個世界最大嘅國家都得兩個國家啫嘛。咁嚟咗香港玩具展參展第幾年啊？今年？已經第六年了。第六年了，哇！咁即係其實都滿意個成績喎。如果唔係，都唔會嚟咗個六年啦，嗬。都幾好啊，都要嚟嘅。你覺得喺呢個香港做展覽咧，有咩優勢咧？對你嚟講，一個咧平台比較好啊，第二個就咧唔使話好似飛到德國啊，飛到邊度去飛幾廿個鐘啊。即係最緊要就係嗰個平台比較好啲啊，其他國家啲客商都會過嚟睇展嘅。咁除咗可以接觸到外邊嘅客商，亦都交通近自己家鄉多啲之外咧，仲有咩優勢？會唔會喺資訊啊，或者係其他配套方面，對內地嘅展覽嚟講，會唔會有相對就多啲優勢咧？都有嘅，即係香港咧都好多行業都領先於世界其他嘅行業嘅，包括呢個展會咧各方面咧，佢做到嘅配套措施啊，同埋個客商嘅人數啊，國家即係各個國家嚟啲人咧都比較多嘅。對於你推廣自己嘅品牌，即係推向國際化咧，有冇幫助？你覺得？呢個一定有嘅，一定都有嘅。其實曾經遇過有幾多地區嘅客人咧，即係譬如嚟自俄羅斯啊、英國，有幾多個國家總共大概咧？應該有十幾個國家。我收到啲卡片都睇到，即係有十幾個國家咯，目前。好啦，崔生啊，咁啊做咗六年啦，咁其實你覺得咁多年有冇地方其實都仲可以改善下咧、這個展覽？我覺得呢個展會嚟講咧，都具有國際嘅先進性咧，各方面嚟講都做得幾好嘅，都得到幾滿意嘅。如果問我要幾滿意，即係有十分為滿分嘅話咧，我都俾到十分嘅啦。哇，咁好啊！係啊。咁亦都喺實質上個生意都幫到你去拓展生意。大家過嚟展覽都希望話拓展啲生意啊，或者拓展多啲銷路咯。成功嘅呢個做到嘅。都可以做到嘅，起碼結識班朋友咯。係 ，OK。咁嚟緊會唔會再繼續參展，或者有啲新嘅品牌啊，叫啲朋友嘅廠商會都會推薦嚟香港做參展？咁好嘅平台咧，唔使推薦，好多人都想爭住嚟嘅。咁當然就話咧，我哋出年咧都會繼續再展，再過嚟展嘅。